从上面身上好听。脚上有东西，啊，真的啊，你脚上有东西啊，他脚上有了很奇怪的东西哎。对，比较小，被带来的吗？对，尾巴很怪的这只，这只在哪里那一只？哎呀，赶快过去。在哪里？从电塔前面这个普通话在那边。这只在哪里那只哎？怪尾巴的。对，穿裙子的，这只有点丑呢，黑鸢呐、啊，好丑的黑鸢，换毛吧。哎，那一只呢？那一只哎，穿裙子的，对，怎么又来了？是黑鸢没错。现在在换毛吧，黑鸢呐，要上班吗？我今天请假，手痛。拍鸟拍太多吧，我也不知道。